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现在在刘家花园。朋友说呢，我要来给现场个直播，那我就来个类直播好了。今天11号嘛，双十一，我觉得我今天来是对的，因为我还可以拍到一些肉给大家看。那既然在刘家花园呢，就先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场的美肉。但是你不要看现场的肉，其实是老板已经补了一波喽。因为当我来的时候，他已经被肉友们抢先下架一波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。那这样子看了呢，你们周六日也有一些比较可以把想要的美盆肉带回家。这盆蒂凡尼胶种蓝丝绒很漂亮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。刚才我已经入手了一盆摩氏七福神，只有一盆哦，到时候回去再分享给大家看。那我今天这算是另类直播，我回去就把它上传跟大家分享喽。然后呢，在这里除了有美肉可看，还有茶类、咖啡，这也都是刘家花园这里有的，还有一些戒指。哦，然后还有这些，老板后续又再补出来的美肉。明天你们真的会还蛮好入手的哦。这盆是什么？哦，玛瑙。这盆玛瑙很漂亮哦，非常的勇壮。好，然后我们再往旁边看一下。哇！听说练心是刘家花园销售第一名的，刚才我来还是满满一排，现在又有众多的练心被肉友下架了。好，那今天的美肉分享呢，类直播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喽。那刘妈妈在这里先跟您请安喽，好久不见。好，各位朋友，拜拜喽，祝你们周六、周日，刘家花园购肉愉快。好，各位朋友们，拜拜。真的只有11号来，我还可以拍到美肉，我不然我可能只能拍空桌给大家看了。好，朋友们，拜拜。